邊唔該？邊有邊係咪？攞唔到你啊！唔咗 ，OK， 好，好隔離跟住，好呢度呢度，好慢啦，中間嘅女仔朋友，我話你啊嘛，唔少事噶，感冒大家要小心身體啊。感冒爭少少就是足以不傳染你哋，我有信心。我都不想特別講啦，不過唔關啲不過個起點咧係好低能嘅，其實個起點是打乞嗤。哦，係啊，配合到你喎，真係。係啊，因為所以我建議，我都唔識建議大家啲咩，但係如果因為瞓低咧，有時候即係你瞓醒嗰刻，你有時乞嗤或者咳你。你就不到力的，所以有時候大家的黑黐要練習翻，要拋出嚟，不要壓入去打，因為我已經挫親幾次，但係之後就是即係唔好忍係咪？我之前挫親前面胸骨中間啲肌肉咯，又係打一次，係啊，咁所以係咯，就係跟住之後一啲治療，咁有少少意外仔啦，咁所以就令到我有少少即係後面我都不懂得說，總之是一些頸部的問題，現在的情況已經穩定了很多了，現在純粹是你當好像嚴重睡在頸部，但我都看到了，不用治療的嗎？都要的，休息咯，但是主要的治療就，所以都都很好，就是我們這陣子排演唱會那些大家都很體諒我，就是我主要都是走位啊，跟住之後主要都是輕輕抹一抹一些 steps 就已經就要即交给其他隊友去幫手做餘下的部分。咁就係話你其他啲隊友個個都病曬噶嘛？係啊，咁一傳染啊？唔係喎，呢個要澄清喎，大家應該知道事實嘅咯。帶菌者啊，有幾個嘅算啦，都係唔好講啦，因為即係呢個天氣好難好難病嘅，同埋一班人一齊，其實不過我哋而家已經無論 dancers 定係我哋工作人員都已經戴口罩排練嘅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身體。咁邊個最嚴重入曬院又出又入都有？因為先前就係、你知道病好容易入到肺啊嗰啲，咁所以有啲成員就可能肺部就有少少感染咁樣，咁但係而家都已經冇事啦，係係啊。嚇肺炎？係啊，咁所以邊個嚟㗎？嗰個有幾多個啊？需唔需要講咧？係咯，一個啫，一個啫，一個。但係而家佢已經好翻好多噶啦。咁如果之後有機會出咗啦，我哋一齊排舞啊！而家，所以之後你哋訪問佢嘅時候，佢就自己講啦。係邊個？係啊，所以佢自己應該會講噶。如果佢想講嘅話，最大定最細啊？唔係最大都唔係最細嗰個，係中間嗰個。搞嘅嘢啊！咁點啊？你係覺得好無辜啊？都冇嘅，咁係啊，因為好多人支持我哋啊嘛，即係同埋好多唔同嘅聲音都有支持啦，同埋我覺得每個人喺唔同嘅事件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咁我知道自己即係冇做錯，或者係我真係有原因嘅，我只係對我啲 fans 好內疚啫，因為佢哋有時候已經買咗飛啦。咁可能我就見唔到我咁樣，咁但係佢哋都有同我講，佢哋有好好響。好好咁樣享受電影啦，同埋每一次佢哋都會同我講，佢會見到唔同嘅細節咁樣，咁呢個對我嚟講已經好足夠咯。你會唔會咧？下次如果真係遇到咁嘅情形咧，就直接啲啊，即係話自己唔舒服，唔好搞到人哋誤會咁樣。但係我唔中意話自己唔舒服嘅，因為即係、我因為佢哋即係我啲 fans 一定會。跟住佢哋都知道，佢哋一定會惡化嚟諗嘅，係啊，咁所以，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其實我哋可能我哋個官網咧出話許晴今日唔舒服，咁其實對我嚟講已經好尷尬嘅，都覺得哎呀唔好啊，唔使強化噶，即係純粹話我少少即係同大家講咗就算噶啦，咁樣咯，咁所以係呢啲係啲尷尬癌嘅問題啫，咁但係我又覺得明白嘅人會明白咯，咁所以我又。如果我真的沒有錯的話，我會覺得我又沒什麼，即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現在你謝票的情況怎樣呢？
我哋之後都仲會有借票繼續進行嘅，咁同埋你見好多我哋宣傳團隊都有好多唔同嘅周邊再繼續推出啦，咁所以佢哋就仍然嘗試繼續努力。而我見到好多，我就好衷心咁多謝每一個好多媒體啊、fans 啊、觀眾啊，都有繼續去幫我哋即係去宣傳啊，同大家講話值得睇啊咁樣。咁所以希望繼續去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咯，同埋結果都未出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係。有值得可惜的東西。